我们双北本来就应该要合作无间啊，那其实这几年啊，大家才看出问题啊。那希望未来如果我跟苏市长能够当选，我们的各项政策啊，其实都可以联合推出。我想这个毫无问题啊。我们在7月15号，不止双北，全国的县市长每个都会联合造势啊，所以民进党有相当的节奏，我们都有准备好。好，那未来当然政策方面呢，我们也会逐项，像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市民一起来公开。那这几天就是我对这个选举，我认为啊，这是一场我们关键的城市运动。我对这个选举的定义，它是台北应该要掀起一个新的关键性的城市运动。所以我们不但党内的精英要归队团结要进驻，那党外的很多有创意的很多有活力的各种人才我们都要往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未来这个城市运动呢，它是一个不一样的选战，那它也会有更多的人才加入，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那林鸿龙有去找了哪？